分，再给子恩掌声鼓励。有没有听到 Angels 对你的赞赏？优秀，谢谢。近一点哦，近一点，谢谢。好，想先跟大家回顾一下，其实呢，在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，在几个一两个小时前，就靠着子恩六局下二垒安打，靠着培峰牺牲短打，再靠王拔的高飞牺牲打，打下我们的第一分，一样给团队合作，包含打出第一支二垒安打的子恩掌声好吗？好，一样，子恩。这是你生涯第一次主场 MVP， 也跟我们所有现场悍将家人先打个招呼，聊一下，好吧 ？Hello， 现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董子恩。好，一样来聊一下，子恩，还记得前阵子由于我们异动有 Benny 可能是会受伤，那你有了机会，你把握住了。还记得上一次在新庄主场你有一起上台，但是当时并不是你自己拿下，而是世鹏。那这一次你自己靠着顶住压力，刚刚那个挥击打下追平分，先聊聊心中现在此时此刻包含刚刚那个打席的想法好吗？刚刚那个打席想法就是因为前面两好球嘛，但我想要挥的时候都挥不到球，我就把棒子握短一点，又很紧张，然后打出去知道三打那一刹那，我就整个释放就很开心，然后开心到现在。掌声给子恩，我们也很开心。那我再问一题，来到巨蛋打球，大家都问场地相关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全场悍将家人听起来那个感觉如何？就是很震撼，因为我没有在室内打过棒球，然后听那个声音就是很恐怖。大家声音很有力量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我们的力量也借给子恩，再次给自己掌声好吗？大家。好。再一题，最后一题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邀请？明天我们是悍将中学第一次校外教学，之前子恩也拍过我们主题日的形象照，那这一次子恩同学请你呼吁除了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，明天后天要记得来哦，交给你邀约大家。明天后天是我们悍将中学主题日，那董子恩我在这边邀请大家踊跃进场帮富邦悍将加油，掌声送给子恩。好，我们先请家族成员一起来到中间好吗？来，有没有决定谁要先抽奖？来，一站一左一。